敢暴露我身份，你就死定了！傅少骚的我，你要五花肉还是瘦肉啊？罗刹王，请您尽快回王府，皇女不在。三日后，我会命州长为我女婿，在郑城大酒店举行封疆大典。封疆大典过后，我就会带我女儿回王府。太好了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罗刹王，您终于愿意带大小姐回去。 好嘞，您的肉，快走。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大小姐啊！妈，你找我有事啊？今天是中秋节，我特意买了月饼，你拿回去吃。妈，这么多年了，一直都靠你接济。我是你妈，帮你不是很正常吗？妈，淮安马上就要晋升为战将，以后女儿一定会好好孝敬你的，再也不让你辛苦了。好。 你是个臭女人，什么时候偷懒了，到现在饭都没有做好。妈，我没有偷懒，我一个人处理这些鱼虾，所以耽误了点时间。你什么意思？是怪我们没帮你吗？妈，我真没有。快点，快走。淮安，我真没偷懒。儿子，不用跟他废话，他就是欠打，给我狠狠的打他。 不要打我！当初看你妈卖肉还能赚大钱，就会欠你妈，哎，我能欠你妈吗？哎，你是最年轻的战将，就你这笔钱，妈老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！什么？你还认？让你躲！躲！教训他一下就行了，你真把他给打死了，不然每个月的八千块钱他妈就不给他。你们这些人渣！ 你敢不敢顶嘴？这里面给我跪着，等我们吃完你再吃。去吧！让我让你跪着，你聋了吗？赶快去给我跪上！别打！我不，我女儿去。来吃。 吃饭，昨晚收拾干净啊！臭男人，你敢掀桌子，打死了！就是。 竟然敢掀桌子！不让你掀桌子！不让你掀！狠狠的打！你觉得我对你仁慈是吧？啊！不让你掀！不让你掀！去！啊！再打，再打要打出人命了！马上就要成为大夏国最年轻的战将，前途不可限量。
让你签。这是楚怀安家里吗？签。我是州长的部下，州长有要事让我走。爸，爸，这些州长最讨厌欺负你了。我爸，这怎么办呀？陈长官，里边请。里边请。陈长官，您大驾光临是有什么指示吗？州长说你是大夏国最年轻的三星战将，前途无量，特意给你举办封将大典，就在三日后的正统大典。替我谢过州长。听说楚战将已经娶妻，怎么没见着你夫人？陈长官，那个大人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那个儿媳妇啊可不好伺候了，我给她做好饭，她嫌我这个老太婆做的饭难吃，把桌子都给掀了。我不过呀就说了他两句，嘿，他就赌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愿意出来呀。没错，我妈说的没错。倒是没想到大小姐的脾气居然这么不良。三日后的封将大典，罗刹王和大小姐也会参加，到时候你可得好好表现。哎，是陈长官。哎，陈长官慢走啊。哎，慢走啊。慢走。哎，慢走。妈，你听到了吗？陈长官说罗刹王和他女儿要来参加我的封将大典。这罗刹王他可是大夏国的战神，那他的女儿更是地位尊崇，这按常理来说他是不可能来参加一个战将的封将典礼，除非什么？除非罗刹王他是有意而为之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的意思是罗刹王是有意阻和我跟大小姐。难怪啊，难怪陈长官说要我表现好点。哎呦，我真后悔呀、啊！提前娶了萧玉娇那个臭娘们，要不然我就能做罗刹王的女婿了。哎呀，怕什么？那不是还能丧妻吗？妈，还得是你有办法呀。不过，咱们养了他好几年，这么弄死他有点太便宜他了。三天之后就是封将大典了，我现在需要一笔钱，你给咱妈打个电话，让她给我拿点钱来。可是半个月前，我妈才给你打了一万。这要看能做什么？让我花光了，打不打？打我把你腿打断！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会再给我妈打电话要钱了。啊？不打是吧？要是不打的话呢？我操！下一个我就跟他骂了。不打不行，不打。算你打。这次你们要多少？2000够不够？2000？你这是打发叫花子呢？三天后的宴会上来的可都是郑城大家族的人物，就连罗刹王和大小姐都要来，要买很多东西。再说啊，也得镇住，最少也得这个数。5000？臭女人，我说的是5万。你现在就给你妈打电话，管她要5万。这么多年辛辛苦苦赚的钱都被你们花了，她哪里还有5万？你们也太欺负人了。我就是欺负你们怎么了？当初要不是看你们娘俩好拿捏，我会让我儿子娶你。快点打电话。叫什么叫什么？打你打不打？打不打？打不打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真把人给打死了。你看看他那个样，估计他那个便宜妈呀这手里确实没钱了。三天之后的封疆大典，没钱怎么办啊？哎，哎，村里的张子不是一直喜欢他那个便宜妈吗？而且还说愿意给88000的彩礼钱，我们就把他那个便宜妈弄给张瘸子好了。对呀、啊、妈，有了这88000，咱俩就不用愁了。妈，还得是你有办法。那是，
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就安排他们两个人在一起。你还不赶快给你那个便宜妈打电话，把她给骗过来呀！不行，你绝对不会打的，你。臭女人，到底打不打？淮安，我求求你了，看在我是你老婆的份上，你放过我妈好不好？就你，也配自称我儿子的老婆？我可警告你，我儿子将来可是要娶罗刹王的女儿，你高攀不起。妈。你个臭女人，你竟然敢咬我！你敢咬我妈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敢坏了我好事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？不打是吧？你不打我打。李副官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州长得知您要参加封将大典，特意让我带人给您差遣。这些人最低都是五星长。罗刹王，罗刹王，你们都先起来吧。娇娇啊，哎妈，我是淮安。淮安，怎么是你？娇娇呢？娇娇她在厨房做饭，她说让你晚上一起来过中秋节，特地做了您最爱吃的小龙虾。好、啊。妈，你别过来，我不要把你妈妈。我好像听到了娇娇的声音。娇娇怕你不来，特意让我嘱咐你的。没事，我就先挂了。好，我一定去。我现在就过去，给娇娇一个惊喜。臭女人，你竟敢咬我！我知道你们母女情深，放心，等晚上你阿跟张瘸子睡觉的时候，我也不会让你闲着的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到时候啊，你就知道了。阿妈，真愿意跟我睡觉啊？哎呀。那是当然了，事成之后你可千万不要忘了你答应过的事情。只要我能得到他妈事先说好的八万八，我一分都不会少。哎呀，妥妥的。走走走走走。淮，你有什么事冲着我来，不要针对我妈好吗？我妈这么多年为了我已经够辛苦了，我不能再让我妈因为我受辱，求你放过她吧。什么叫受辱？你妈这么多年身边没有一个男人，我就不信她不想。我们呢也是为他考虑，让他体验一下做女人的感觉。哎，就是就是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让你妈做不的。你们，淮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看在这么多年我妈一直给我们拿钱的份上，求求你，你就放过我妈好吗？哎，我可是大夏宫最年轻的战将，当我的妻子，你配？未来的妻子是罗刹王的女人，想让我放过你吗？也可以。你跪着在院子周围爬一爬，一边爬一边学狗叫，我们就饶了你儿子。你们太过分了。不爬是吧？娘、啊，等晚上你妈来了，可就来不及了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去我女儿家过中秋。我怎么胸口有点闷？难道娇娇出什么事了？李副官，开快点！是，住手！开不快点！你是不想救你妈吗？就这么快点！哎呀！这视频要是被他们看到，那画面一定很精彩。妈，完了，你现在可以放过我妈了吧？我当你放过你妈了。好，来，起来。不过别误会啊，
我只是说我放过你妈了。可张瘸子愿不愿意放过你妈，可不归我管。我都想你妈好多年了，这好不容易有个机会，我怎么能放过她呀？你这身段倒是跟你妈一样好啊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除非你代替你妈给我进屋睡觉。去屋里睡觉多没意思，就在院里睡，我还能帮你们录视频呢。这有点太过分了吧？哎呀，你怕什么呀？我儿子不仅是州长，即将亲封的战将，而且未来还要娶罗刹王的女儿，你就算把他作死，都没事的啊！好好好。就在院子里录像。臭女人，你这才脑子，老子这就扒光你的衣服，抓死你！这是娇娇，这个臭女人怎么提前来了？这些人是……我不知道啊。娇娇，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？妈，我没事，他们没有欺负我。你快走，你快回家。既然你妈也来了，正好，那就一起伺候我好了。李副官，把他给我废了。是。把他给我丢出去。是。三柔，就是你的风向燕，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出大事啊！一切等风向燕过去再说啊。知道了。哎呀，亲家，你呀、啊，哎呀，你怎么提前来了？你不说一声呢？舅舅，是吧？提前来了，怎么也不说一声呢？啊！刚才怎么回事？妈，啊！哎呀，哎！你要是敢告状，我就把你们娘俩全都弄死！哎呀，你看你这衣服怎么这么好看？我说到做到。妈，我没事。你还说没事？刚才要不是我出手，你就要被那个占便宜了。楚怀安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还不都是那个张瘸子，他呀一直都想着占娇娇的便宜，还说要给我们8万块钱，让我们把娇娇卖给他。什么？是啊，我们已经拒绝很多次了，可是没想到他胆大包天，直接找家里来了。那刚才张瘸子对娇娇动手的时候，你们怎么在一旁站着？那是因为张瘸子说他儿子是郑成陈首富的女婿，我没敢动。对。妈，幸亏你来得及时救下来娇娇。妈，你不信你可以问娇娇。妈，妈，妈，怀安说的都是真话。娇娇，让你受委屈了，你放心，以后张瘸子再也不敢欺负你了。谢谢妈。也不知道那个卖肉臭女人从哪找来的这些保镖。哎，对了，亲家，你看你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我们呀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，你在这等着啊。哎呀，妈，我去把没洗完的衣服洗了啊。哎呀，妈，我来吧。哎呀。这些活我都做惯了，哪舍得你帮忙啊？这些活呀、啊，我们来做就好了。哎，你去那边等着吃就行了。对啊，娇娇，你陪咱妈聊聊天，你的鞋我来穿。就是。啊，怎么了？我看看。你这伤怎么搞的？你这伤怎么搞的？我没事。这伤是我自己不小心弄的。妈，昨天晚上娇娇跟我闹着玩，一不小心就……原来是这样。
看到娇娇跟淮安感情不错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对了，淮安，三日后就是你的封将大典，李副官在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这张卡你收着吧，到了封将大典那天，我会给你和娇娇更大的惊喜。谢谢妈。娇娇啊，那我回去了。嗯，妈注意安全。走了。妈，你说那臭女人哪来那么多保镖和豪车？谁知道是当了哪个有钱人的情妇？呸！不要脸！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妈？看在刚才你表现不错的分数，我现在饶了你。你要是再敢废话，我就把你和你妈卖去夜总会。哎，儿子，快看看他给你的那张银行卡里有多少钱。别急，妈，我这就查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啊，儿子，这怎么了？这卡里只有一万。什么？就给了一万块钱？我们伺候他这么久了，就给我们一万块钱，那还要换的呢？一万已经很多了，你妈她要卖很久的肉。你懂什么？你妈想要钱，那还不是两腿一张的事儿吗？你们不能这么说我妈。去你的！你妈自己耐不住寂寞，去当别人情妇还不让说了？就是，刚才那么多男人，说不定啊，她早就被玩烂了。你们。我们女人啊，你不服是不是？嘿，这块玉佩好像值点钱啊！这玉佩是我从小戴的，不能抢走它。你还敢挡？过来！还我玉佩，什么你的玉佩？什么你的玉佩？现在就是我儿子的。你们不能带走他。没想到小月娇那块玉佩这么值钱，居然能卖十五万。妈，我一定会亲手把罗刹王的武器幽冥鞭交给他的。李若安，你上次见罗刹王还是二十年前，那是怕你认错人得罪了罗刹王。妈，不会的，我认错谁也不可能认错罗刹王，你就放心吧，妈。啊、你瞎！没想到这小小的郑城，竟然有如此英俊的男人。对不起，实在是因为小姐长得太漂亮，所以我才……真的？真的，不信的话，我可以发誓。哎。发什么誓啊？哎，我问你，楚淮安家怎么走，你知道吗？你说的是那个过两天要参加封疆宴的楚淮安吗？对啊，难道你认识他？当然认识，因为我就是楚淮安。大夏国最年轻的三星战将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小姐给我讲了，不知您是。我特意从京都赶来参加你的封将宴，你说我是谁？你是大小姐。凭我妈在京都的地位，我确实当得起大小姐的称呼，算你识相。还不快给本小姐指路。这位是？妈，这位小姐是从京都来的，特意来参加三日后我的封疆宴啊。她就是大小姐。什么？大小姐真的来参加你的封疆宴了？哎呀，那个贵客，快请进，快请进啊！请进，请进啊！快请进，饭马上就做好了啊！哎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做饭？他是。
我是淮安的老婆，我……她不是我老婆，她是街上一个卖肉的女儿。她这有点不太好，你这好像是我老婆。原来如此，不过一个神经病而已，也想抢我看上的男人。走吧，走吧。我不是神经病，我真是淮安的老婆，我真是淮安的老婆。我叫你胡说，我还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坏了我儿跟大小姐的好事，我就让淮安揍死你跟你妈。尝尝吧，你先吃。啊，嗯，你嘴上有东西，我帮你擦一下。淮安，我好像有点醉了。快把大小姐扶回房间啊！妈，你。我在你们的酒里下了回春散，今天晚上就是你们的洞房花烛夜。他妈，等你跟大小姐生米煮成熟饭，那你就是罗刹王的女婿了，到时候你还怕他一个卖肉的女人不成？妈，还得是你有办法呀。华，你们你们什么你们，睡都睡了叫什么叫，烦不烦？其实我早就猜到你是楚淮安的老婆了，但楚淮安他不喜欢你，他喜欢的是我，不是你。你看看你做的好事。大小姐你别生气，小小姐小小姐啊，大小姐啊，都怪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别生气，小小姐啊，小小姐，都怪我不好，没有看好这个神经病，让他跑出来打扰了你们。打扰了我不要紧，明天的封将宴上罗刹王也会来，要是冲撞了罗刹王，你们担得起责任吗？放心，我现在就把他绑起来，绝对不会影响明天的封将宴。过来，这还差不多，明天就是封将宴了，走，陪我在正城逛逛吧。好。明天就是封将宴，会有很多人参加，他们都知道我是楚寒的老婆，你就不怕昨晚的事情传出去变成正城的笑柄吗？我害怕极了，所以啊，我跟淮安早就已经安排好了。你们想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等明天啊，你就知道了。主上，您放心，属下早已安排妥当，务必把孤月的封将宴办得风风光光。我失去记忆十多年，受苦最多的也是娇娇。如今我即将重回锦都，娇娇，明天我要向大夏所有人宣布，你是我罗朝王的女儿，我要让这大夏国再无人敢欺你。今天你可真漂亮，真是来找了。楚战将，你总算是来了。这位是正城的陈首富，楚少年纪轻轻就突破战将，后生可畏啊！前辈过奖了。这位是正城的秦家主，这位是……我的身份你还不配知道？不好意思啊。淮安，妈，你来是给我送礼的吧？是，娇娇呢？娇娇在里面，你要看她的话，可以先把礼给我。这份礼我要亲自交给她。你没完了是吧？凭你一个卖肉的女人也配来参加我的封疆宴？
楚怀安，你什么意思？娇娇呢？长涛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要不是因为你这个，我爸也不会被废掉。今天我就好好玩玩你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就是个人尽可夫的。怀安，救我！怀安，别挣扎了，就是你老公把你送给我的。来，喝了这杯酒，我们再好好玩玩。不，我不喝。长涛，你放我吧。娇娇呢？你的女儿，她现在正在和别的男人睡在一起。我了解娇娇，你别想污蔑她。是不是污蔑？你很快就知道了。诸位，我想问问，如果我的老婆对我不忠，跟别的男人私混在一起，我是否有权单方面解除婚姻关系？按照大夏律例，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对方不忠，确实有权单方面解除婚姻关系。那就请看大屏幕吧。啊！救命啊！来呀！长城，你不能走！这女人是谁？居然如此不要脸！好像是楚国家的老婆哎！太有胜过惯了，这种女人就算这个堂都不能做呀！哎呀，放开我！怎么可能放开你？娇娇在哪儿？这女人是谁？速度好快！是啊，我都没看清她怎么出手的，楚然将军被她扣住了喉咙。该不会是个高手吧？你这个臭卖肉的，快放开我儿子！女人在我面前也敢动手，今天要是敢伤了我男人，我薛丽洛发誓定不会饶了你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放开我！你竟敢砸我！站住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娇娇，你怎么样？告诉妈妈，有没有哪里受伤？妈，我没事，我没有让人占便宜，也没有给你丢人，更没有做那种事情。你竟敢砸我！长涛死了，这怎么办？天哪，这可是州长大人亲自为楚战将举行的封相宴呢，他怎么可以在这里杀人？他是不是疯了？居然敢在我的封疆宴上杀人，那又如何？你这个臭卖肉的，混序虽然混账，但你凭什么杀了他？你不配！配不配不是你说的算吧？好啊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来人啊，给我弄死他！妈，别怕，娇娇放心，一个一个的太浪费时间，一起上吧。是我。你居然有功夫！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教过你一手吗？护卫战将的身份保证，只要你肯投降，领你和娇娇之命。哼，战将，你这个战将的身份，我随时可以收回。从现在开始，什么都不是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什么都不是了。你胡说八道！我的战将身份可是罗刹王亲授，州长亲封，你凭什么说要收回？别说你一个区区战将，即便是州长亲临此地，也得向我跪地行礼。哼，这女人是个疯子吧？居然敢口出狂言！等州长大人来了，他就有苦头吃了。州长还有多久到了？应该还有半个小时。太久了。
我命令你十分钟内到达郑城大酒店，不然的话你这个州长就别做了。是，加快速度，我们要在十分钟之内到达郑城大酒店。你这个傻女人真是疯了，你要大祸临头了。你这个不，原来打算留你一条命，没想到你居然在这里发疯。为了罗刹王和州长不怪罪我们，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儿要先撇清跟这对母女的关系。妈说的没错，大家都看到了，这对母女一个疯傻，一个不守妇道。从今天起，我楚回安、萧夜娇解除婚姻关系，此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更不相干。楚淮安，你筹谋了半天，就是为了现在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一直觉得我儿娇娇配不上你，却一直享受她的付出。有了其他女人后，便想甩了娇娇，但你却怕名声有损，所以你便让人玷污娇娇，彻底毁掉娇娇的名声，以达到目的。楚淮安，你简直猪狗不如！淮安，有我你怕什么？就算说对了又怎样？男人敢对我动手不成？我告诉你。我未来的老婆可是罗刹王的大小姐。啊，罗刹王的大小姐。不就是说吗？难怪我第一眼看你便觉得您长相不凡，原来您竟是大小姐。哎呀，就是啊，老夫要早知道您是大小姐，肯定携全家登门拜见。你说你是罗刹王的大小姐有何证据？楚淮安这个蠢货，我什么时候说我是罗刹王女儿了？不过眼下为了不丢面子，我必须先承认。凭我妈跟罗刹王的关系，相信罗刹王知道后不会怪罪我的。我当然有证据。这，这是幽冥鞭。哎呦，幽冥鞭象征着罗刹王亲临呐，是亲爹如见王呐。娇娇，你无需跪。大胆，见到幽冥鞭，如见到罗刹王本人，你胆敢不跪？是想对罗刹王不敬吧？见到幽冥鞭，如见到罗刹王本人，你胆敢不跪？是想对罗刹王不敬吗？妈，我们还是跪下吧。娇娇，别怕，妈问你，你还喜欢那个楚淮安吗？妈，楚淮安他欺我、辱我，我不会再喜欢他了。以后我只想陪在你身边，照顾你，再也不离开你。好，楚淮安，你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被我女儿休了。你简直不知死活！见到罗刹王的幽冥鞭不跪拜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敢大放厥词！州长和罗刹王一闹，你就死定了！废话太多，娇娇，跟我来。他想做什么？那可是罗刹王大小姐的位置，快拦住他，不能让他靠近！陈长官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他拦住！那个位置也是他配坐的，快把他拉下来！娇娇，坐。怎么回事？这幽冥鞭你还不配拿、快下来，那可是罗成王和大小姐的位置，你们两个卑贱的村妇根本不配坐在那里。就是你们快下来，你们作死可别连累我们。快来人呐，把他们两个弄下来。哎呦，这是大祸临头了，大祸临头了呀。我们还想着怎么弄死你们两个，但现在你们自己找死，就不要怪我了啊。妈，要不我们还是起来吧，这可是罗刹王和大小姐的位置。娇娇别怕，妈妈就是罗刹王，从现在开始妈妈不会再让你受半点欺负。你不过是个卖肉的，你女儿也是人尽可夫的，你居然还敢在这里冒充罗刹王。妈，你居然敢对我妈动手！怪只怪她嘴巴太臭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竟然敢冒充罗刹王！我本就是罗刹王，何须冒充？啊，他是罗刹王？你撒谎！罗刹王怎么可能是你这种村妇？大家不要相信他，
我以我大小姐的身份保证，他不过就是个骗子而已。你可真是个疯子，居然敢说自己是罗刹王，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。你要是罗刹王，我就是罗刹王他爹，真是笑死我了。我原本还想留你一命，没想到你居然如此出言不逊，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哼，我可是郑城首富，我女儿更是嫁给了京都首富马家。别说是在座的各位，就连州长都要给我几分面子，你一个小小的小妇又能拿我怎么办？死了！好嘛，你居然敢杀了陈首富！我告诉你，州长马上就来了，你死定了！州长到！州长到了。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，大人，都是这个该死的货，他冒充罗刹王。你看，陈首富不过质疑他的身份，他就把陈首富杀了。是这样没错吗？没错呀，我还大言不惭，还说您十分钟不到，这个州长就别做了。哼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！蠢货，大人。楚战将刚才所说的句句属实，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全都可以作证。这样的货就应该立即处死。没错，大人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们现在便收拾他。哦，你们都很好啊。大人过奖了，这都是我等应该做的。陈天亮，大胆！大人的名讳岂是你能含的？大人，皇上，啊，怎么跪下了？宣布我的命令吧。是。本州长现在宣布，即日起取消楚怀安的战将封号，并且废除他的功力和一切特权。难道他真是什么大人物？哎呀，看来我们之前小看了他呀。妈，嗯，你好厉害啊。妈说过，妈会让所有欺负你的人后悔。楚怀安，我不杀你，让你死太便宜你了。我会让你好好尝尝从天堂跌落地狱的滋味。州长大人，大人，你最看重我，还送各种天才地宝助我，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我被废吗？若不是主上，谁认识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不感恩戴德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敢欺负主上的女儿，你真是胆大包天。你是自己动手废除功力，还是让我来帮你？大人，救救我！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李洛，救我！罗刹王，是我有眼不识真龙，你饶过我好不好？我错了。你，快点放开他！女人，你若是让州长收回命令，跪下来求我，或许我可以考虑饶你。我原本不想对你动手，你自己作死，就不要怪我了。娇娇没事吧？你居然废了我的功力，我妈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李洛，娇娇，求你放过我吧！我有眼无珠，不知道你是大人物，我现在知道错了。娇娇，娇娇，求你可放过我，我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这一巴掌是打你以前总打骂凌辱我。这一巴掌是打你无耻至极，居然想让张涛侵犯我。这一巴掌是被我妈妈而打，我妈辛苦赚钱给你，你居然还想打她的主意。楚怀安都到现在，你还想欺骗我？你根本就是猪狗不如的。妈，我做的对不对？娇娇，你打得很好。嗯。陈天亮。还不动手？是。不要！不要！打得好狠啊！秦家主是吧？之前是我有眼不知泰山，得罪了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饶了我吧。饶了你可以，但是你要交出家族所有的财产充公，我相信你应该能做到吧。你看，我都知道错了，我也给您道歉了。你不要仗着有州长大人为你撑腰，
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不愿意是吧？那我看你整个家族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这就吩咐人将家里的财产全部交过来。他和女儿在哪？就在正城大酒店。25年前，南阳犯了边境，罗刹王孤身一人深入敌营，救下被抓百姓，却身中迷药，与我一夜缠绵后离开，只留我一人守在边境。如今25年过去了，我已成为大夏战神，南阳也早已俯首称臣。今天我一定要找到罗刹王和女儿，诉说我对他们的思念。娇娇是真的长大了。主上，江战神来了，马上就要到京城大酒店了。他怎么来了？陈天亮，哎，这里就交给你，我先走了。娇娇，我们走。哎，他怎么就走了？他肯定是怕身份暴露，所以才提前离开的。什么意思？你们刚才没听到吗？江战神马上就要到京城大酒店了。哦，江战神可是罗刹王的人。他来了，那不就代表罗刹王也要来了？他肯定是怕被罗刹王和江战神揭穿他的身份才跑的。哼，祸从口出，我劝你们两个人最好少在这里胡说八道。州长大人，你一直维护那个女人，莫非她是你的情妇啊？江战神到。他们人呢？江战神他们已经离开了。什么？我说你为何一直躲我？喂妈，这里有人假冒罗刹王，不仅抢了我的幽冥鞭，还废掉了我的功夫，你可一定要为我报仇啊。什么？女儿你放心，妈妈一定会将他碎尸万段。哎妈，你为什么要躲着江战神？他到底是谁？他是你爸爸。我也有爸爸。你没有爸爸，难道我还能自己怀孕不成？都鬼鬼祟祟的做什么？滚出来！妈。看来是有人不想我回京都啊，而且还不只是一家。属下这就回城，将这些叛徒全都揪出来。不急，我记得过两天就是京都马首富的生辰宴，你暂时先不要公开我的身份，我要陪他们演一出大戏，瓮中捉鳖。瓮中捉鳖？哇，京都真的好繁华呀，我在正城还从未见过这么繁华的景象。哎妈，你看那栋楼好高啊，简直像是要刺破天际一样。20多年过去了，京都的变化确实很大。记得以前这里还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。在主上的带领下，整个华夏的百姓都安居乐业，自然全都富起来。张小姐。娇娇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我没事吗？你呢？有没有受伤？没事没事。两个乡巴佬，你们是眼瞎了吗？你们知道我的车是什么车吗？撞坏了我的车，你们赔得起吗？明明是你车速过快，差点撞到我女儿，还反过来怪我们。不就是开得快怎么了？别说没撞到你们，就是把你们撞死了又能怎么样？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我爸可是京都首富，有权有势，谁敢得罪我？原来是京都首富马原的女儿。华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别说你是马首富的女儿，就算马首富亲自来也不能颠倒黑白随意欺负人。好你个乡巴佬，居然还敢嘴硬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能耐。这在京都还没人敢跟我马秋荣作对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报警吧，我相信警察一定能给我一个公道。你居然真敢报警，我可是马原的女儿。妈，蓉蓉啊，
都在商场等半天了，你怎么还没到啊？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妈，没事儿，我马上就到，刚刚有点小事耽搁了。嗯，算了算了，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？就是麻烦。给你，真是晦气，拿着这些钱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不是，要不要属下去给他一个教训？他刚才的行为简直太无礼了。不急，他既是马元的女儿，明天是马元的生辰宴，到时候自然会见面。妈，这商场好气派呀，比我在电视里看到的都漂亮。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东西，妈妈带你去里面卖的衣服穿。哎，那家店。好，我们去看看。妈，这里面的衣服会不会很贵？你不用考虑价格，我女儿值得最好的。请问夫人和小姐要看什么衣服？把你们店最好的衣服来看。这款长裙是由全球著名设计师 Maisa 设计的，全球仅此一件。妈，这条裙子好漂亮，喜欢吗？嗯，喜欢就去试试。好，谢谢妈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你这个乡巴佬能来的地方吗？蓉蓉，你认识这个人？妈，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，在路上讹我钱的那两个乡巴佬。没想到他们也敢来这种地方。哎呦，真是太可笑了！有些人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乡巴佬也能来这么贵的地方买衣服？这里面的衣服你们买得起吗？妈。怎么样？好看，我们娇娇真好看。真的吗，妈？我真的好看吗？当然了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妈，我看上她身上那条裙子了，我也要。嗯。马小姐，这条裙子本店只有一件，是限量版。请问这条裙子多少钱啊？这条裙子的价格是150万。这么贵？妈，我们还是不要了吧。哼，两个乡巴佬，买不起这么贵的衣服就不要试了，真是丢人现眼。难道你们不知道这种地方不是你们这种身份的人能随便试穿的吗？把他身上这条裙子给我扒下来，我要了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你看这个乡巴佬的着装打扮，就是买不起150万的裙子，还不动手。小姐，马小姐看中了这条裙子，你还是快把衣服脱下来吧，买不起还要试穿，真是浪费我们时间。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换。娇娇别怕，这条裙子我们要定了，别说150万，只要我喜欢，这整个商场都是我的。吹牛也不打草稿，还整个商场都是你的，真是笑死我了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乡巴佬就是乡巴佬啊，永远改不了吹牛的本性。你以为穿着一件贵的裙子，你们就成贵族了？坐。我从来不吹牛，我说能买下这条裙子，就一定能。好啊，你说你不吹牛，那你倒是把这150万的裙子给买下来啊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能。说吧。妈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这衣服太贵了，没必要为了争这一口气，不值得。我没有为了争这口气，他们不配，是因为你喜欢才买的。妈有的是钱，不用怕。看他们两个一唱一和的，简直要笑死人了。别装模作样了，这卡里到底有没有钱啊？别一会儿刷卡的时候显示余额不足，那简直是要笑掉大牙了。就是，要是我早就没脸在这待下去了。要是我能买这条裙子，你们要怎么办？你要是能买得起，我就……你就怎么样？你要是能买得起这里的衣服，我就自扇十耳光。怎么样，敢不敢赌？妈，你不要跟他们赌，他们不安好心。你这个赌注太小了，我不想跟你玩。加上我，如果你要能买得起这条裙子，
我和我女儿各扇十耳光。如果你要是买不起，就跪在商场门口扇自己耳光，并且大声说：“马小姐，我错了。”怎么样？这个赌约你敢接受吗？成交，刷吧。卡片读取失败，无法完成当前交易。果然，卡里就是没钱呀，真是丢人现眼。最高级别权限的至尊黑卡出现了，这是哪位大人物？莅临商场了？哎呀，这商场的负责人也是上京的权贵，怎么可能是你这种身份低下的乡巴佬说见就见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妈，既然他们想见，就把负责人请过来嘛。到时候有商场负责人见证，也免得说我们马家欺人太甚。毕竟我们马家还是挺注重名声的。还是我女儿想的周全，那我就把齐经理叫过来，让我看看他们在权贵面前是怎么丢人的。去把齐经理请过来，告诉他我们马家人要见他，有重要的事让他作证。是。你们放心，这回啊，我会让你们死得明白。卡片读取失败，无法完成当前交易。卡片读取失败，无法完成当前交易。怎么回事？这卡怎么刷不出来？夫人，您的卡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刷不出来？我的卡没问题。不可能的，我们刷卡机又没换。你的卡没问题的话，为什么刷不出来？什么没问题呀？我看这张卡八成就是个假卡。别拿着这张卡装有钱人了，丢不丢人？哎呀，我也没想到你们居然拿着假卡来忽悠人，真是活久见了。现在是你们自己到商场门口自扇耳光，还是需要我们帮忙啊？把你们这里最高的负责人叫过来。刚才是谁刷的卡？齐经理，你来的可真快呀，我刚让保镖去叫你，你可就过来了。马夫人，您也来陪女儿逛商场了？是啊，齐经理，我请你过来是因为有人拿着假卡在这里冒充大款，我叫你过来就是做个见证，看看这张卡到底是不是真的。这卡，这果然还是齐经理厉害，一眼就看出来这卡有问题了。这位女士，这张卡可以给我看一下吗？当然可以。这卡，原来真有这种卡，大人物，绝对是大人物。齐经理，这卡一看就是假的，还需要看这么长时间吗？我们家那么有钱，我从来都没见过这种卡，你还不快把这骗子抓起来。放屁，谁说这张卡是假的？这可是全国最珍贵的至尊黑卡，全华夏仅此一张，你当然没见过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，你一定是被他给骗了，他不过是一个乡巴佬，怎么可能会有什么至尊黑卡？千真万确，这张卡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尊贵和权力，拥有者可以享受我们商场乃至整个集团最高级别的服务。哎呀，太厉害了。不必如此，我只是随便看看。是，贵客，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吩咐我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们怎么可能会有什么至尊黑卡？不可能，我绝对不相信，你们肯定是骗人的。他的卡如果是什么至尊黑卡，为什么刷不出来钱？你们肯定是骗人的。说，你们是不是有一腿？你们是不是特意编造出来什么制作黑卡来骗我们的？马小姐，慎言。我女儿说的没错，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刚才这张卡为什么刷不出来钱？那是因为普通的刷卡机根本无权刷至尊黑卡，只有特制的机器才有权刷。不过至尊黑卡的拥有者在我集团任何地方消费都无需刷卡，都可以免单的。还是刷吧，不能让商场吃亏。那就得罪了贵客。来人，妈，如果他的卡真的能刷出来钱，我们不是要丢人了吗？不可能，我就不信这两个乡巴佬真能有什么至尊黑卡，这张卡一定是假的，刷不出来。本次消费150万，交易成功。啊，这卡竟然是真的！他竟然真的有这么高级的卡！马夫人，您现在应该相信了吧？这张卡确实是全国最尊贵的至尊黑卡。现在
你们该履行赌约了吧？赌约？什么赌约啊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就是，我们什么时候跟你赌过什么了？看来你们是想赖账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有证据。李副官。是。啊！你竟能拍视频？你这是侵犯我们的隐私权！还不是怕你们不认账，毕竟口说无凭，还是得要录视频来得比较实在。我可是马首富的当家主母，这么咄咄逼人，不怕得罪马家吗？马家，我萧无双还没怕过谁。你不要太过分了，我马家可不是好惹的。那我倒要看看你们马家有多不好惹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们还是先履行赌约吧。我就算不履行赌约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们言而无信，你就不怕我把视频发到某音上？我想京都首富马夫人的八卦应该很多人喜欢看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那你以为你能走得出去？你们来干什么？赶紧把这两个字给我抓起来。我看谁敢。嗯，马夫人，您这是要在商场闹事啊？齐经理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你最清楚，这位是我们这里最尊贵的客人，你要在这里动手，那就是不给我们商场面子。你竟然跟他站在一边？我不站在任何一边，我只是在维护商场的秩序，你要是想闹事那就请便，但是后果请自负。齐经理，我们的事我们自己解决。是，贵客，那您小心。不是说要动手吗？快点，我还等着吃饭呢。动手！这可是战神级的高手，怎么两下就被打倒了？都是废物！哎，放开我！就凭你还想跟我动手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竟然有这么高的武功！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今天必须履行赌约。开始吧。用点力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妈，我们真的要咽下这口气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今天受的屈辱，我一定会让他百倍奉还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明天你爸的寿辰先过去，我让他们母女俩死无葬身之地。娇娇，洗我很累的，你想好了？妈，我不怕，我不能一直被妈妈保护，我要自己强大起来。好，坐下，我教你运气。嗯，看好啊。主上，李副官，查得怎么样了？回主上，属下已调查清楚，四大护法中的白虎护法薛英与朱雀护法裴四私下勾结，密谋不轨，意图想篡夺您的位置。他们二人现在在哪？在白虎护法薛英的家中。我正要找他们呢，他们自己送上门来。我现在要去看看这两个忠心耿耿的护法。娇娇，你先多练习几遍，妈妈去去就回。我听说最近出现了罗刹王的消息。我让我女儿拿幽冥鞭前去郑城试探，但听我女儿黎洛说，那个女人是郑城州长的情妇，根本不是什么罗刹王。哼，他敢废我女儿武功，我已经派人去刺杀他了。
只不过到现在那些人还没回来。这么说，还是没有找到罗刹王。真正的罗刹王，说不定早就死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没错，等明日马首富的寿辰一到，我们便把这瓶毒药下到所有人的杯中。就算真的罗刹王回来了，也来不及了。到时候，整个大夏国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。好大的口气！你们既然要作死，就不要怪我不念旧情。谁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主上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起来。其实早在半年前，我就发现薛英和裴四行为异常，我便暗中调查。当时我很想告诉你，但却……就是因为这个事，我会自己处理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主上，你真的不要属下了吗？属下虽然贵为战神，但是在这大夏国，除了主上，我别无所求。莫寒，这世间有这么多女人，你不必如此的。主上。这么多年，我只有您一个女人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。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公开我们的身份，我愿意默默地守护在你和女儿身边。我求你，不要再跟我走了。谁？是智野吗？我还以为有人偷听呢。是啊，以你我二人的功力，就算有人真的偷听，怎么可能察觉不到呢？来，喝酒。你到底是谁？在这里做什么？既然你不说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怎么是你？我愿意默默地守护在你和女儿身边，我求你，不要再跟我走了。我不是不喜欢你，只是我失去了一段时间的记忆。当我恢复记忆的时候，娇娇都已经18岁了。我不想你因此而蹉跎。跟随主上是莫寒一生所愿。主上，您稍等我一下。何明，帮我继续调查好裴四和薛英。是。娇，妈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位是大夏战神江莫寒。您就是大夏战神江莫寒，我一直很崇拜您的。娇娇，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他是你爸爸。真的吗？娇娇，我真是你爸爸。以后我会和你妈妈好好照顾你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了。
朱上，怎么到这么偏僻的地方？我不想暴露身份。是。妈，他们怎么来京都了？肯定是州长带着两个女人来的。张小姐，小心。谢谢你啊。好你个女人，难怪要跟我儿子离婚，原来是自己在外面有了野男人。我来吧，妈。你居然敢打我！我打你怎么了？这么多年你打我、骂我、羞辱我，看在你是我婆婆的份上，我一直都忍着。现在我已经跟楚国安没有关系了，你要是再想侮辱我，我一定会让我妈杀你。妈，我一定会变得像你一样强大。我们走。没事吧，妈？淮安，你看这个女人，她嚣张的很呐！她那个妈现在成了州长的情妇，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？难道我们要一直被这两个女人给欺负吗？啊，她现在是州长的情妇，武功又不低，谁敢得罪她呀？哎，但是李洛说了，一会儿马首富的生辰宴上，他妈会来，到时候他妈一定会把我跟李洛的修为修。对，儿子，黎洛他妈不就是罗刹王？当你见了罗刹王，咱们就有救了。哎，对了，马首富的那个生辰宴上，你一定要紧跟着大小姐，多结交一点大人物，这对咱们以后有好处。妈，你放心，到时候我一定让他母女俩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王者，让他们跪在我们面前向我们求饶。好，走。好。恭喜安，妈。今天可真漂亮啊！怎么了？不开心？没想到我外公居然去世了，可我现在也不能去送葬。蓉蓉，等你爸收成过去再回去吧。我相信陈首富在天之灵一定会理解你的。啊！害我外公的人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好过。李洛。你在这儿啊？这是谁啊？是我在郑城认识的。蓉蓉，我先失陪一下。嗯。你们来这儿干什么？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没事别来找我。我们找不到位置，不敢乱坐，怕丢了你的人。过来。你们就在这儿，我忙完自会来找你。李洛啊。你不是说要把淮安介绍给你妈认识吗？你觉得你们现在的身份，我妈都会见你们吗？你们就在这儿等着，待会儿我妈忙完，我自会带你们去见她。她怎么能这样跟我说话？妈，我们现在人在屋檐下，先忍忍吧，一切都等我恢复功力再说吧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先不搭理她，等你把她娶回家，我再好好收拾她。行行行，他们怎么来了？原来如此，难怪戴着面具，原来是做了别人的情妇，没脸见人呢。吴长老，您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马首富，您还是神采飞扬啊！哎，借您吉言呐、啊！哎，吴长老，上座。上座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光是一个长老都这么气派呀、啊！淮安呀，你要是见了罗刹王，可得好好讨好罗刹王，争取啊，让他在京都给你谋个职位。到时候，看那两个女人还怎么在我们面前得意。放心吧，妈。哎呀，二位远道而来。蓬荜生辉啊，马首富，小小心意、啊、望您笑纳，小小礼物不成敬意、哎、感谢二位，感谢二位啊。
吴长老，吴长老，祝马首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哎呦，托您的福，谢谢吴长老，您请。州长大人大驾光临，一份薄礼不成敬意，还望马首富笑纳。哎呀，谢谢州长。嗯，诸位这礼物，马某实在是感激不尽呐。啊，马叔叔，啊，这是我朋友楚怀安。马首富，小小礼物请笑纳。那就多谢楚先生了。啊啊啊！哎呀，感谢各位，大家太热情了。妈，那不是前两天在商场欺负我们的那对母女吗？你看她那衣服，就是那天抢我的那件，我一定让她好看。哎，不要轻举妄动，今天是你爸的生辰，啊，别坏了他的大事儿，一切等宴会过后再说。哦，嗯，马首富啊，今日生辰，特带上薄礼恭候。这算什么礼物？不过是随手写的一个字罢了，还敢拿出来当寿礼，简直笑死人了。是啊，这和前面的礼物比起来，简直不值一提。怎么，你们是看不起这个字，还是在你们心中这个忠字就这么轻吗？这位女士，您言重了。这字虽简单，但意义深远呐，啊！来，夫人，赶紧收下啊！哎，夫人，您就是郑成陈首富的女儿，嗯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她杀死了您的父亲。啊？什么？来人！杀人犯给我抓起来，我看谁敢。诸位，今天是马首富的大喜日子，何必为了些许私怨坏了大好气氛。来者都是客，有什么事儿等生辰宴过后再议不迟。薛长老说的是啊，我们今天啊，大家要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。这个事儿不会轻易就算了。来来来，大家继续啊，别扫了大家的兴，继续继续啊。各位各位来宾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光临啊，是我这里蓬荜生辉啊。今日我也备了这珍藏300年的佳酿，我要与君同饮。来，哈哈哈哈哈哈。且慢啊！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马首富这酒啊，怕是不简单呢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你的意思是说这酒里有人下毒？酒倒是没毒，但这化工散可是分量十足啊。什么化工散？化工散那可是会让人武功尽失的毒药啊！而且没有解药。你胡说八道，你这分明是在污蔑我。我怎么可能会给各位下什么化工散？化工散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。污蔑？我为什么要污蔑你？这酒早就被人下了无色无味的化工散，一旦饮用功力就荡然无存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有什么证据？马首富好心拿出300年佳酿，你居然诬陷他下化工散，不过是一个信口雌黄的无名小卒罢了，大家不要信他的鬼话。没错，这女人我认识，她以前不过就是个卖猪肉的，凭着自己的几分姿色成了州长的玩物，所以她才能进这个宴会，她的话我绝对不信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马首富的寿宴上大放厥词，你究竟安的什么心？没错，不过是一个杀猪的，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？马首富，赶紧把这个村妇赶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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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不信，那就喝吧。乌红雪，
在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有本事把面具摘下来看看。把面具给我摘下来。就凭你们也想知道我的身份。你。江战神斗。江战神。江战神，你可算来了。你不是最讨厌这个女人吗？快把她抓起来。她的话就是我的意思，能敢有违抗者。杀！这江战神怎么回事？怎么替这个卖猪肉的说话？谁知道啊，说不定他又爬上了江战神的床。你们俩说这酒没毒，那你们喝了已是清白，怎么样？你以为我们会中计吗？你们就算不喝这个酒，就觉得我没有办法了吗？什么？难道还有其他毒计？不错，我在宴会厅的熏香中也加了无色无味的迷药，可能现在各位已经感到头晕目眩了吧。这迷药来自南洋，叫七星海棠，修为越高的人越难抵挡。今天别说是江战神了，就算罗刹王亲临也别想逃脱。你以为不让他们喝酒我就没办法了吗？他们都得死。包括你战神江莫寒也得死。你们居然勾结南洋，别说的那么难听嘛。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。这个毒二位长老可熟悉？你怎么会有这个？我只是比你们早到了一些，这么凑巧刚好看到了下毒的人，被我抓起来了。不，不可能，我要杀了你。吴红雪，这个女人兴许只是江莫寒的情人，你居然如此护她。薛长老、裴长老，你们现在认罪投降的话，或许主君还能看在我们之前并肩作战的份上饶你们一命。吴红雪，你太天真了，发展到这一步你以为我还会放弃吗？你若是加入了我们，事成之后我必定封你为王，共享荣华富贵。没错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吴长老，你考虑一下吧。雪鹰，你背叛了罗刹王，企图篡位，你是罪不可赦。我乌红雪誓死效忠于罗刹王，绝不与你等奸佞为伍。你，来人，给我拿下！是。是。啊！不要不要抓我呀！我也是被逼无奈，被他们逼的呀！哎呀，废物！妈。怎么办啊？江战神，只要你肯放过我们，我们一定全力拥护你为大夏国新王。给我抓！胆敢有违抗者，杀无赦。是。这一切都是你们逼我的。看来他们早就勾结了南洋倭寇。传我的令，不管他们走到天涯海角，把他们给我抓回来。查清楚，只要跟今天有关的造反者，杀无赦。是是是。江战神，岳母大人，江萧，请留步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江战神，岳母大人，以前都是我不对，我不该那么对江萧。你们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的鲁莽。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待江萧。楚凡，我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，你不要再叫我妈岳。怎么就没关系了？你们的结婚证可还在我手里。就是，你现在还是我老婆。你们真是无耻。怎么，你还不想承认？你要是不承认，我就拿着你们的结婚证让整个京都的人都来评评理。江战神，岳母大人，娇娇，求你们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。找死！哎哎
威胁他们。哎，江战神，你看，我们可是有结婚证的啊！萧月星，他不能摆脱我们啊！那你想怎么样？那你现在既然攀上了高枝，那也不能忘了我们母子。我们母子也没有别的想法，就是想跟着你们享享清福。你们可不能不管我们呀！享福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行啊，既然你们这么想跟着，那就一起来吧。林小战将，给他们安排辆车。既然他们愿意跟，就让他们跟着吧。是，跟我走。抓你们识相！妈，你为什么要让楚怀安和李桂梅他们跟着呀？娇娇，有些事不能只看表面。你爸在调查南阳倭寇动向时，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线索。什么线索？楚怀安在背后跟南阳倭寇有联系，而且次数频繁。所以我们留下他们，或许能以此为饵，引出更多的真相。啊，我明白了。妈，你是想通过楚怀安麻痹他们，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？没错，我们娇娇真是越来越聪明了。你要记住，以后他们要是再敢欺负你，你就使劲打。妈，放心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只会忍让的萧雨娇了，我现在已经开始练武了。要是楚怀安再敢欺负，绝对不会忍气吞声。哼，就算那个萧无双，他傍上了江战神又能如何？他们还是乖乖的带上我们两个呀。那两个想要甩掉我们，门都没有。说的对呀，妈。纵使是萧无双现在风光无限，但她毕竟是个卖猪肉出身的女人，还带了一个这么大的拖油瓶，江战神怎么可能真心待她？我看用不了多久她就会失宠。哎，对呀，儿子。哎呀，你得抓紧时间赶紧讨好萧月香那个死丫头，让她呀在江战神面前帮你说说好话，争取啊在京都给你谋个一官半职的。等他那个妈被江战神给甩了，那咱们母子俩在京都也能站稳脚跟啊，是不是？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保证能给你干的。妈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保证能给你干的。快上车吧。你想干什么呀？哎，你小兔崽子，你故意的吧？哎，算了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啊，走。是啊，在罗少王和江战神面前耍小聪明。高枝了，儿子，这次呀，你可一定要听妈的话，紧紧抓住萧月笑，让他在江战士面前为你多说好话。妈，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岳母大人，我们住哪儿啊？娇娇，你来安排吧。嗯，那就请二位住在府中的杂物间吧，那里宽敞又安静。那就请二位住在府中的杂物间吧，那里宽敞又安静。啊？什么？杂物间？我可是你婆婆哎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们呢？婆婆，在我眼里你不过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老太婆罢了。要是不想住，大门在内部，请自便。来人啊，把这两个人丢出去。还是府城，我们住。住住。萧月萧这个死丫头，她反了天了，居然让我们住这种地方。行了，妈，少说两句吧。现在寄人篱下，忍忍吧。忍？哎，你让我怎么忍啊？你看看她那个嚣张的样子啊，简直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等江战神把她妈给甩了，你看我怎么收拾她。哇，妈，这些都是给我的吗？我感觉像在做梦一样。当然是给你的呀，这些都是我跟你爸特意为你准备的。
谢谢爸妈，我很喜欢。这些年我没有尽好一个父亲的责任，以后啊，我会好好补偿你。喜欢就好。来，让妈妈帮你化个妆，换上这些新衣服，看看我们的娇娇有多漂亮。小战将，你这副模样可真的。段小姐，我就是看你太好看了，我一时失态，对不起啊。鸡腿脏了，别吃了。哎，你说这个战神府啊，连个下人也不给我安排，饭也不给送。哎，是想把我们给饿死吗？啊！我看他们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？想吃饭，那就自己做吧。楚桓，让你过来是吃白饭的吗？还不赶紧把院子打扫打扫！还有你，老太婆，我饿了，该去做饭了。真是反了天了！太婆，你做饭的速度可真是太慢，我都快饿死。你嫌慢你自己做。看来你是需要有动力，让你上我家，不让我自己做，自己做。你什么你？我说你两句怎么了？秦瑞娇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不过分。以前你们打我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们说过分了？现在我不过碰了你妈一下，你就管了啊！我跟你拼了，你个臭！怎么现在知道气了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拼了？战神府能住就住，不能住我滚！哎哎你！你不会真的赶我们走吧？是吗？那你大可以试试。哎哎，小小啊，我们知道错了。饭马上就好，饭马上就好啊！你们给我记住，这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，以后都给我安分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啊！香香啊，那个饭已经做好了，你快尝尝，看看合不合你的胃口啊！这什么玩意儿？土豆啊！你不知道我从来不吃土豆吗？做成这样是要毒死我吗？别太过分。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可以端到我面前。把桌子收拾干净，别再让我看到这些垃圾。主上，刚才大小姐在打老太婆的时候，别提有多解恨了。妈，我刚才的表现您都看到了吧？当然了，我的宝贝，但是你还是太心软了。心软？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很严厉了。不过妈，既然你说了我可以更加严厉，那我可得再接再厉，让他们早点学乖。我想吃正成的豆角了。哎，府里不是有块空地吗？你们两个去把它开垦出来，种上豆角。哎呀，你看府里不是有下人吗？让他们去做就好了呀。是啊，我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去种地呢？大胆！下人做的我可不爱吃，就想尝尝你亲手种的。怎么，不乐意啊？
楚寒，愣着干什么？中午没吃饭吗？我已经很……还不快点干！萧月娇，你这么对我们，你就不怕遭天谴吗？遭天谴？当时我一个人下地掰玉米，邻居们都有收割机，你说你不准我用，后来中暑晕倒，是被你们打醒了。现在知道说遭天谴了，也没见你们怕过天谴啊！还不快干，中午还想上吃饭？ 我不是这就加快速度。饭来了，二位辛苦了。哎呀啊！啊！你个死丫头，你拿狗盆子给我们吃饭啊？有的吃就不错了。想当年我干完活之后，你们可是给过我好脸色，甚至连一口饭都没有呢。什么？你想吃？ 怎么，你们忘了当年让我向狗一样在地上爬来爬去，现在也请你们好好尝一尝这个滋味吧。妈，受不了了，你看看萧元娇那个死丫头啊，心肠如此歹毒，比我们当年可过分多了。妈。 罗刹王本来对我就另眼相待，也不会让我本来想要等罗刹王出现，休了香叶娇那个臭娘们，让罗刹王帮我恢复修为，我把大小姐给娶了，可没想到她到现在都没出现啊！对呀，不行，我们等不了。没错，不能再等了，再等下去，我这条老命。 这就交代在这儿了。我现在就给人去信，我就说他的条件咱答应了啊。好。没事。 这个楚淮安真蠢，当初怎么会把娇娇嫁给这么个蠢货？妈，不怪你，是我当时被他骗了，所以才非他不嫁。要不我把他给……把这封信放回原位。他既然敢算计大夏，我就陪他好好演一出戏。是。 楚桓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上不敬长辈，下不敬老公，还天天虐待我们，山神府我们待不下去了。对，我们要离开。好啊，离开可以。不过，小静静，给我搜身。是。你干什么？是啊。拿来吧。 我说你们滚蛋就滚蛋，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东西，我们怎么可能会偷战神府的东西呢？你们没偷东西，那这里面的古董怎么都印着战神府的庙迹？看我把你们这两个偷东西的贼赶出战神府！滚！ 娇娇，记住，对战的时候
一定要找到对方的弱点，一击必杀。妈，我记住了。主上，现在外面都已经流传起来，说是罗刹王早就死在了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战役里了，华夏国早就没有罗刹王了。那南阳那帮人是不是也来了？果然什么都逃不过主上的慧眼，南阳那边的人的确已经到了京都，现在正在京都教场设下比武擂台，挑衅咱们打下呢。哎，林小战将呢？林小战将正在京都教场盯着呢。走，去会会他们。好，小梁，什么人都敢跟我打，你们大侠馆没有人了吗？你们大侠馆没有人了吗？南阳第一大将果然名不虚传。没错。嗯，你们这些南阳倭寇也太欺负人了。要是我们罗刹王在，有你们好受的。这个南阳倭寇真是太欺负人了。你们这罗刹王早就死了，你们居然骗我们这么多年，真是无耻。你们这群废物，有本事就上前跟我打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来，我来。哎呦，这不是战神府不起眼的小战将吗？怎么？跑这儿来出风头了？区区一个小战将也敢来挑衅南阳的顶尖高手松井四根，你是不是嫌命太长了？你这些背叛者竟然勾结外敌与南阳倭寇为伍，你们迟早会自食其果。我们会不会有好下场不劳你费心，但是你今天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。你们简直太无耻了，勾结外敌，背叛自己的国家，你们还有什么脸面站在这里？废话太多了，小废物，你到底打不打？不打，就跪下认输道歉，别浪费我时间。我打，我们华夏人绝不会在你们这群人低头。这可怎么办呀？认不认输？认输的话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就快不行了。就是。在我眼里，你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弱者。松井四根，我们华夏人的精神不是用言语能形容的。你也被你打死，我绝不认输。那我就成全你。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绝望。娘，好，滚滚滚，认不认输啊？不认。你以为自己很有骨气？那我告诉你，骨气在实力面前一文不值，去死吧！小战将，小战将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样？大小姐，我没给华夏丢人，我尽力了。快来人，把他送去医院。小战将，你不能出事。我们还有江战神，他一定会为我们华夏国争光的。他。是我们的英雄，对，打败那些南洋倭寇，让他们知道我们华夏的厉害。你们南洋这次是彻底惹到我们华夏了。那又怎样？你觉得你能挡住我们吗？
我想不过如此，只要有我江沃涵在，你们这些南洋倭寇就休想伤我们华夏一分一毫。江家神，你不觉得你的胸口一阵刺痛，顶不起一点力气吗？ 卑鄙小人，竟然敢用如此卑劣的手段！手段，这只是刚刚开始。你们华夏的强者也不过如此吧！<笑>江振神怎么了？看起来有些不对劲啊！一定是那些南洋倭寇搞的鬼，他们太卑鄙了！卑鄙小人，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在战神府的时候给你下了碧落星。 你现在修为仅是九十一个彻头臭尾的废物！你这个华夏国叛徒，就是你这个华夏叛徒，给我滚出华夏国！你们怕我有什么用？要怪就只能怪你们战神的情妇不留情面，废我武功！你是战神又怎么样？我还是栽在我手里。楚怀恩，你竟然敢用如此卑劣的手段对我！ 这可怎么办啊？没有一个人是松井次根的对手。完了完了，江战神没有修为，那我们岂不是完了？没错，你们华夏完了。从现在开始，玄影就是华夏的君王，华夏的国境线后退100公里，每年向我们上贡100亿。 哈哈哈哈哈！你们有意见吗？没有意见。我有意见。王哥呀喽！他是谁啊？你是谁？竟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！我是谁不重要。 华夏的荣耀绝不容你如此践踏。是你，是你杀了我女儿，你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！他是谁？让你如此失态？莫非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特殊身份？他是江战神的情妇，就是他杀了我女儿，我到处在找他，要杀了他为我女儿报仇。没想到他居然还敢出现。 那是，一定要帮我杀了他，为我女儿报仇。区区一个情妇，居然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，怎么你们大夏国没人了吗？需要一个情妇出来撑场子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我虽然只是一介女流，但我身上有点功夫。今天我就要挑战你们南阳第一高手。就凭你，也配跟我比？ 不自量力！哼，配不配，不是用嘴说的。李副官，是。你先休息一下。怎么，你是不敢跟我比吗？既然你这么想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宋景君，让他知道。 什么是实力之间的差距？放心，我会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对付一个女人，手拿把掐。那就开始吧，让这场比试成为他的葬身之地，也让所有人都知道挑衅我们南阳第一高手的下场。只比武有什么意思？江左大使，不如。 我们加一下筹码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说来听听。如果够有趣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如果我输了，就按你说的，我们退让国境线，还会奉上华夏所有至宝。哦，大夏国的至宝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。但要是你们输了，你们不仅要退让国境线，还要再把那块牌匾吃了。 这是不是有点过分？你一个区区女流之辈，你凭什么代表华夏国做这样的决定？怎么，我只是一介女流之辈，
难道你是怕了？就凭你也让我们害怕？江左大使，请放心，我不会输的。别以为戴个面具我就不知道你是谁。一个卖猪肉的女人，就凭你也配跟松井司跟比武？笑话！一个卖猪肉的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没错，她原来是我岳母，在郑城的大街上卖猪肉。什么？她只是个卖猪肉的女人？完了完了，她竟然是一个卖猪肉的女人！她竟然敢这样跟南阳大使说话，我以为她有多厉害，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卖猪肉的女人。这完了，这他怎么打得过？那就开始比吧，我们来玩场大的。口说无凭，还是立下字据。李副官，走。请光目。该你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开始比武吧。花姑娘，大大的，要不要我让你两招？我怕你一会儿哭鼻子。娘。松井君，不要放水，这可是关乎我们南阳的大事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放水的。行。你妈没有教过你不要轻敌吗？会死人的。敢说我们华夏是辈出，给我吃了。死了！江左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没有中毒，你是装的。我要是不骗你，你怎么能签那个协议？那，你到底是谁？参见无常王。罗刹王，起来吧。罗刹王，他真的是罗刹王。罗刹王没死，他回来了。完了，这次真的完了。我们怎么可能斗得过罗刹王？完了，你告诉我们，他就是个卖肉的，他不可能是罗刹王，对吧？怎么可能是罗刹王呢？他要是罗刹王的话，那像月娇就是大小姐。我都干了些什么呀？他本来就是我媳妇儿，我小月娇那个丫头那么喜欢你，只要你去跟她道歉，她一定会原谅你的。到时候你还是罗刹王的女婿。对，妈，我这就去给她道歉。江左大使，你签的那份协议还算数吧？你们骗人！我什么时候签过那样的协议？简直是荒谬！既然如此，南阳就是我们大夏的死地。你不要太嚣张，罗刹王！我们南阳也不是人人欺凌的弱小之国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们在边境。屯兵300,000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我们的回天大将将会率军长驱直入到你们华夏境内。
哦，是吗？那我就要让江左大使见一个人了。千军，你说的那只龟可是这只？江左大使，快救我呀！我不过是睡了一觉，一觉醒来就被抓过来了，快救我！现在算数了，算数，算数了。两位长老，这是要去哪呀？奴差王，求求你，看在我们曾经并肩作战的份上，饶了我们吧。我们只是猪妖蒙了心。对对对，饶了我们吧，饶了我们吧，饶了我们。但凡你们只是想着谋权篡位，我都能留你们一条命。可是，你们居然通敌卖国，这是死罪。至于你们，我真不知道您是罗刹王，您留我一命啊！毕竟我还是娇娇她老公啊，您饶我一次。是啊，罗刹王，你就饶了我们吧！你居然还有脸提娇娇！居然敢勾结南阳倭寇，通敌卖国，跪下！来人，把他们四个给我拉下去，斩立决！是。犯我大夏者，虽远必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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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战将，你好点了没啊？感觉好多了，谢谢你啊。没事儿。你呀，你说你在擂台逞什么强啊？明知道我妈他们有计划。我就是看不惯那些南洋人，太嚣张了。你就是个傻子。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忘了你还有伤。我看这个小战将还不错。嗯，配我们娇娇还差得远呢。莫寒，一直等着我和娇娇，真是委屈你了。何来委屈啊？跟着主上，这就是我应该做的。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属下了。啊，主上，是不要我了吗？是属下做错了什么吗？没有，你做得很好。愿不愿意与我共享这华夏的繁荣与昌盛？主上，我愿意。